四位导师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严景涵，然后在学校我司职得分后卫，谢谢。我叫孙鹤峰，来自深圳啊，曾经效力于美国弗雷斯诺州立大学。看一下这个小周的这个身体线条非常漂亮啊。周凯恒体脂率6%啊，听说 C 罗的这个体脂率还有7%，也就是说凯恒比他还要低。既然我们选出了最强的 NCAA， 那我们应该选一个最强的 CUBA。 李林、郭雅彤、刘晓琪，这次我看好看郭雅彤正式还是准？我觉得李林是稳赢了，这场比赛是没有什么悬念的，打不了了。凯恒觉得今天有信心能够挑战他们吗？非常有信心。NCAA 也是美国的大学，然后我们国内是 CUBA， 也是国内的大学生联赛，是时候证明我们自己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他们就是个人技术，包括身体状态，相信我们 CUBA 一定能打败 NCAA。加油！这个我们也看到下面有举牌的了。这个，我母亲，请周妈妈上来吧，好不好？各位老师好。周妈妈你好，这是拿着小周的这个。这个是我这次亲自为了他这场比赛画的一幅画，来为他加油。嘿嘿 ，good job。哎，周妈妈。A Dragon， 平常会看凯恒打比赛吗？没有，从来没有看过他打比赛。今天是第一次。对。既然你今天是第一次看你儿子比赛，来，我请你到这里来。我觉得亲情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因为那是一种非常强大又温暖的一种支撑力吧。当然，周凯恒的妈妈也做到了这一点。谢谢妈。CUBA 能不能捍卫主场？还是 NCAA 的球员更加厉害？呀！开场，李林先来第一次尝试。好段，周凯恒很敏锐。我觉得对手来说，李林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知道该防谁，也就是李林。李林，周凯恒。哇，这个 crossover 美式的感觉啊！没事，我来。李林。别犯规！犯规 ，two shots， 孙鹤峰。李林现在身体对抗好。通过自己稳定的罚球，2-0。自己出。CUBA 率先拿到两分。周凯恒交给孙鹤峰。他们虽然我们非常有信心，但是也丝毫不能怠慢。哎呦我的妈呀！这小乔丹还要扯。李林，转身，漂亮。今天李林是那个最坚决的男人。周凯恒。漂亮哦，漂亮，哎呦兄弟，体脂6%，第一步的启动速度确实快，防守，3-1
腰里面，腰里面。苏明在和周凯恒要位，补协防给到队友空位的两分球，漂亮，再次超出两分。还有看你能不能还一个，齐平，好球，动作很飘逸潇洒，追平比分6-6，漂亮，两分。连包夹，没有没有，大壮中距离也有，哇，两边得分效率都很高。对面确实投得太准了。周凯恒，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得分端，然后帮助这个球队一点点往上。周凯恒不分，孙可鹏漂亮，8-8。来，我什么情况？传到摄像大哥那儿去了。那边发球。Squeeze，板先顶上啊！我顶了他。哦，这个球周凯恒自己凭着防守命中高难度的三分球。这个三分算，然后再加罚一次。哦，打四分哦！天哪！李林要求暂停，商量一下。不着急，先防守啊！不着急。那打一个高低错位啊！好，你坐进去。第一次看比赛紧张吗？紧张，特别紧张。我看你手一直在抖。看看他们。CUBA 的球员该怎么商量一个战术？防住！防一个，有！哇，犯规了！这是第一次正式。我的，我是湿的。你这个右手很明显在拉拽。拿球没问题，扎实。Two for two。周凯恒拉开空间。周凯恒，哦，漂亮！哦，这个球太漂亮了。补一个。长，哎呦，长，哎呦，好，还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在内线制造杀伤。两次，漂亮，稳稳的再次命中，只差一分了。两罚一中，篮板球，严景涵拿下来。记得三，抢投一个三分球，上来，自己拿到篮板球，两分打中，比分又一次扩大到三分。大壮在要球。记着，换！哎呦，左手突分，李林空中斩腹拉杆，哇！李林今天面框打的真多啊，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三号位，现在只差一分了。哦，严景涵抢投一个两分球，大壮16-13。大壮的中投没有，犯规了，孙鹤峰没收住脚步，别犯规，咱才三分，别犯规。那球真太关键了，第一罚有了，还差两分。rebound， 两罚全中，就差一分了。周凯恒。哇！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周凯恒 cross over to the basket。哇！这个球，周凯恒爆炸的身体天赋。Drive to me。
亮，打三分。来，中间一个。19-15，差四分了。郑凯恒犯规要罚球了。两次。无论他发现几个，下一个 ISO。Yes。第一发没中，还差着四分。Get the rebound. They can come back. 差三分，比赛时间只剩最后10秒钟。严景涵，自己来。李林还有机会，李林拉出来一个三分球，能不能追平比分？3-2，弹框而出，非常的愉快。NCAA 的球员获得胜利 ，CUBA 的球员也是好样的。Guys, let's get shot. Let's get shot.周妈妈第一次看比赛，紧不紧张？我感觉心脏已经承受不了了，太紧张了。我受伤了，你就帮我找医生，帮我找中医，我现在才能这样活泼乱放的在这打球。没有你，我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样子。其实大家不太知道 NCAA 这个大学联赛是分三级的，看资料上说你是从一年的时间从三级联盟打到了一级联盟，这个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的。确实不是，我刚到美国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队友水平确实很差，然后我就想我必须得付出双倍或三倍的努力才能赶上他们，结果我可能付出了4-5倍的努力，我觉得我做的一切，我的自律，都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就有点那种球星的那种。Front row, he still stepped up to the plate. All his teammates played well, but just keep going. You know, keep working out.You know, you might just work out with me a little bit while you're out there, you know, and I'll teach you a couple things, so yeah. Wow.李林现在是不是心里有很多很不甘是吗？没有，赢大家一起享受，输大家一起承受嘛，是这意思。我还是非常难过和非常惭愧的，我代表 CUBA 去出战 NCAA， 我觉得还是有这一些责任在这里面。你完全有能力去打 CBA，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CBA 的选秀当中、赛场当中没有看到你。因为就是我2015年嘛，那个膝盖十字韧带断了。那 CBA 是一个很高的舞台，我自己是有这个梦想，但是没有这个勇气。比较悲观一点，就是说我不敢拿双腿赌明天。我觉得伤病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都是很常见的，就是脚踝应力性骨折，左右手两边手都骨折过，十字韧带断裂，我膝盖，后来还是因为太喜欢了，就一直在坚持。基本上，所有的运动员都会克服伤病的困难，继续前行。其实我知道，在大伤之后，再重新去找到这种比赛的感觉，并不是说你的身体康复了之后，你就能够去达到以前这个高度。迈过你心里这个坎儿，那个才是最难的。希望我在以后的 CBA 赛场上能够见到你，希望我们所有有天赋的球员都能够赌上你所有的一切，为了你自己的梦想。
望我们所有有天赋的球员都能够把你自己的一切赌上去，为了你自己的梦想。因为经历过重大伤病之后，我可能对自己不太自信了。但是现在为什么我继续打篮球？因为我觉得只要有球可以打，我就会继续坚持下去。谢谢，谢谢王世鹏指导。王指导的意思是要跟李林 CBA 见啊。当然，我们希望这就是灌篮第二季后面依然有李林，继续加油，好不好？我们现在请胜方行使你们的摘星权利。我们的待定席要增添三位非常有实力的球员。那现在我们晋级的来自 NCAA 的三位球员，他们的星级是否会有变化？Good job. 首先是特别开心，在一场很激烈的比赛之后，就得到一种认可，我觉得是我前进的动力。